收市报68,900点。咁你有我份？你几时买楼啊？我唔想。我要坐吧。喂，即都系坐喺边啊？香港。我唔走啊！放咩事啊？我坐吧。好钱啊！家财我废。呢度系屋企嚟噶。有边度开心得过呢度？家事香港。就系因为我当呢度系我屋企，所以我先至咁多嘢讲。